其實呢啲狗幾好啊，喺度幫佢開門口。不過咧，俾人擋住都比較慘啲。大白兔，白又白。伸只拳头过去看看你的拳头和它的 size 的比例啊，就是这么大啦！哇，这个农庄的鸡都挺舒服的，被人宰之前都挺舒服这个位置，起码好过被人困住，是不是？有几高兴，他都不知道到后面就要给人宰掉了。快乐一天就一天吧。喵喵，哇，好靓啊你！坐下。佢呢度系有啲饿噶，呢度啲可能完全啲人都唔喂嘅。但是喂鸡可能啲狗就冇乜点喂啦，呢几只俾人黐线就狗食鸡嘅咩？你有冇搞错啊？你都搵翻啦！唉，呢个农庄啊真系舒服，咁鬼大嘅地方。拿到那只那里，哇，都饿到。你钓远啲嗰只牛奶狗冇得食，它吃了两只啦，它吃了两只啦，钓远啲啦，钓远俾个牛奶狗啦。这只还不吃的。可怜的小宝贝，关在笼子里。